它特别特别轻松，而且特别稳定，它特别好飞。它的操控系统是现在所有载人飞机里最先进的一个，我飞过那么多直升机，没有这个感觉，所以精准。飞机里头各个部件的备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，这种东西光靠胆量是不行的，所以我有一段时间也基本上没有去真正坐进去飞。我觉得要让它更加的安全，更加的稳定，